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今天，这期的视频还是有抽奖，但是还是放在最后说。奖品和抽奖方式跟上期一样不变，然后，细节什么的放在最后说。然后今天吃什么呢？我准备了一个大碗，是因为我看到那个，然后还有这个牛奶，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韩国的吃播，就是吃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挺好奇的，就也来挑战一下。这个是那个。麦片，然后饼干，还有一大包巧克力，然后就开始制作了。我先尝一下，味道还不错。然后是这个饼干，长这个样子的。有点碎了，我这个先尝一下。还有这种饼干，皇冠曲奇。尝一下，然后还有巧克力。先加这个，这个应该好剥一点。
先加这些，然后我先吃着。加牛奶。这个牛奶。这个牛奶是我都先说一下价格。这个牛奶是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的，只要6块钱，在那个沃尔玛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俄罗斯商品店15块钱。这个饼干也是打折的，07。好像应该不到20块钱，因为是07的。皇冠曲奇的话是8.5块。巧克力的话，这种盒装的大概是10块钱一盒，袋装的也是，10块钱左右。然后剩下这一包巧克力，是团购的，15块钱一斤。好吃。加一个冰淇淋，因为我现在是生理期，所以要偷偷加，不能被我爸看见。少吃一点应该没事的。然后我之前不是说有抽奖吗？想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。我微博的名字叫他们要把我变成蔬菜，他是单人旁那个他。他们要把我变成蔬菜，然后他是单人旁那个他。很多人都好奇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第一个是因为我不爱吃蔬菜，还有一个是
就要推荐给大家一部电影看，那个电影叫《你丫闭嘴》，是一个法国片，但是它被配成了好多方言，我看的是东北话版的，真的特别搞笑的一部电影，可以去，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，叫《你丫闭嘴》。嗯，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吃这一盆简直是太幸福了。